有样有才华的人不嬲都好吸引异性噶啦，好似入行20年的冯德伦就同过不少女星传绯闻。1999年，佢同大自己4年的莫文蔚拍拖，曾经谈婚论嫁，但2007年女方自爆首已婚，结束9年子弟恋。虽然佢哋讲明冇第三者，但2008年佢被揭同徐若瑄在香港散步谈心，搞到女方背负小三罪名。2009年在电影首映，两个人揽住公布恋情，可惜第二年都分手了。唔讲唔记得啊，张玉绮都是冯德伦的绯闻女友嚟噶。2008年佢哋在上海拍《女人不坏》，传佢哋夜游、唱 KTV 同在街揽揽。绯闻女友梗系唔少得舒淇啦。2009年佢哋在女方台湾的屋企 gathering， 2012年被发现密游东京，正式拍拖，到今年9月3日宣布结咗婚啦。